你知道吗？五次的作战测试就可以知道你未来是否有肌少症。我们把双手搭在肩上，双脚踩在地上，接着我们坐着站起来，坐着站起来，连续五次。如果你70岁以上，结果你的时间却超过12.8秒，就代表你在未来2年内有几个风险会上升，就包含肌少症、衰弱、残障，甚至是跌倒。所以我们要做什么练习呢？平常我们可以考虑稍微单脚站，做这样子筋肌独立的动作。如果还不是这么熟练，我们可以先坐着这样子训练股四头肌，加强我们下肢的平衡哦。Energy 铁定是没有，回家要让阿公阿嬷试试看，好简单的测试方法。